快点进来啊，不要怕啦，那我养个宠物你怕屁哦、喔、我第一次看到真的鳄鱼，不用怕啦，他们很乖啦，顶多咬你的脚而已。哎呦我的妈，真的可以抱吗？你跟他熟悉一点，你们就变好朋友了。我真的调不出来了。你干嘛那么怕我的宠物啦，你不要跑啊。这只啊，这只比较小只啊。真的咬人吗？不会，这么小只它咬你也不会痛啊。我们这个比较活泼而已啊。不能说我成功了，我不是完全没胆，征服了小鳄鱼。摸一下，不要怕。对，风灿传媒 FTNN 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风灿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，衷心祝福生日快乐，健康吃百里，也期许风灿传媒不断突破创新，善用新媒体新力量，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最后祝福工作同仁万事如意，阖家安康。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